双方之间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今天呢，台铁非常荣幸和我们日本的最大的私铁，同样也是具有百年历史的铁道文化历史的近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呢，来缔结这个友好的关系。我们相信呢，双方的交流跟合作一定可以让我们台日铁道观光事业再次的迈向新高峰。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これより台湾鉄路管理局と近鉄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と友好協定調印式を開会いたします。ご来賓の皆様こんにちは。本日ご多忙の中ご出席いただきまして心から厚く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来邀请多位的贵宾来莅临会场，一起跟我们共襄盛举及见证这重要的一刻。那么接下来，请容许我为各位介绍几位在场的嘉宾，我们也请我们介绍的嘉宾能够起立向与会者来挥手致意。那么首先为各位先介绍我们日方嘉宾，近铁投资股份控股公司的吉田昌公代表取第一社长。それでは本日ご臨席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ご来賓の様を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ご紹介された方はどうぞご起立して皆様とご挨拶を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まず日本側の皆様をご紹介いたします。近鉄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代表取締役社長吉田義則様。欢迎我们欢迎吉田社长。紧接着为大家介绍是我们近铁的米田昭正代表取第一常务。続きましては近鉄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取締役常務米田秋正様。掌声欢迎米田常务。下一位为各位介绍是近铁的生部胜次秘书特长。続きまして近鉄グループの森部克美様秘書課課長。掌声欢迎。那么呢，我们也非常荣幸来欢迎我们近铁的台北分公司版本更衣总经理。続きまして近鉄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台北支店総経理の坂本浩一様。总经理您好。那么紧接着呢，也掌声欢迎我们近铁台北分公司评委俊玉副理。続きまして台北支店副理平尾俊弘様。欢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荣幸来欢迎我们日本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沼田干夫代表，我们欢迎。続きまして日本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代表沼田美希夫様。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是我们日本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高潮宏春主任。日本交流協会台北事務所主任高橋弘成様。欢迎。主任的莅临。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迎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近铁的吉祥物，也就是我们阿贝诺贝尔了。阿贝也熊，欢迎阿贝诺贝尔来跟大家说一声好吗？日本の近鉄グループのぬいめぐみ阿贝诺贝尔，皆さんどうぞ熱くて お迎えください。我们这个阿贝诺贝尔呢啊，他事实上呢是生活在300公尺高的这个天空哦，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好可爱的淡蓝色的天空，再配上这个白云，他所想表达的跟大家说的就是呢，他是一个心胸相当宽阔，而且呢他希望欢迎大家一起跟他遨游世界，欢迎。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台方的嘉宾，首先为各位介绍。